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R TV。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一部最新定档的甜宠奇幻剧《恋上喵星人》，将于12月10日在爱奇艺迎来首播，由于新田、朱建然领衔主演，讲述了来自喵星球的少女宋子为报多年前的救命之恩重返地球，寻找救命恩人，并且必须要在一年之内获得真爱之吻。为了能让自己在限定期限内找到真爱之吻，宋子于是化身成为了人人艳羡的傲娇女明星，与地球男陆吴展开了一场欢脱浪漫又危机四伏的跨星球之恋。恋上喵星人将于12月10日首播，记得订阅我们哟。